今早腌的。里面有很多青菜，还有花生米。今早腌的。非常入味了。这吃起来跟水果一样的。今天的钙都没有什么高，这些蟹吃的比我还差，生活条件不好，一点点高。但是一点点还是很甜。哇，这个高多一点点。还有一点辣椒。是里面还有辣椒。麻辣爽口，吃一个大的。高度好爽。
尝一下。